好可怕、哦，好久没开了。我很久没开了。等一下，寿莲要先开。哎、欸，拍到你哦，王一佳。没事。没事吗？都看血。Hello， 大家，明天就是罗瑞婷的生日。你要入镜吗？我现在可以吗？补个口红，补个口红再入了进来。不要再续费了，我不会再用了。但他每次都在我最后的直播大续费。不要再续费了，我不会再用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还没，太快了啦，还没啦。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拍贴。谁？翻脸来吃？可以啊。但是它是一个贴纸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哦，不是哦，不是。它可以选要贴纸还是？哦，我们就是纸，然后我们就是买那个一般的，嗯。我来帮你播放背景音乐。哦。我握手会玩瘦了吗？真假的？哦 ，baby 吧。不是只有一部玩瘦吗？还没呀、啊！不要再播了，先让你播呗。不要。两部都完售了，哦，好棒哦，宝宝！那我 ，You are the best， A R E T H E B E S T， 好，好 ，You are the best， 会加布吗？好像加州，我会想要，是不是加州？好像，我不知道，好像是我不知道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官网写的好像是加最后一次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就是上次那次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、欸。什么意思？好难懂、啊。请洽官方。会加布吗？我会思考。可能不会。因为大家给大家听了。哦哟！那么好听哎、欸。好，先不要。好吧。没写最后一次吧？我可以。我可以跟公司讨论啊，是我的决定。我不一定会加。来播 Spotify。好。我不一定会加，这样。真的、哦，真的这样子啊？哎、欸，那你要加吗？我应该不会加，因为还没有完售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你现在几部啊？三部完售一部，大家赶快去买王一佳的，谢谢。Hello Lucky， 我看到灯箱了，谢谢大家。但是我要说，就是灯箱其实设计，就是灯箱东西公司不会跟我们本人讲，所以我真的是大家标我的时候，我才看到的，就是那个大家给我看的时候我才看到的，不然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其他成员是怎样，但是我真的没有，我去年，啊。没有被通知，对，没有被通知。去年跟今年我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其他成员知不知道他们自己的，但是我不知道 我有，不可能给我放两个音乐出来，会小心的。对，我不知道，所以今年
今年能有灯箱，很谢谢大家。超会设计耶。对啊，很好看，谢谢。美学在线，非常喜欢哟。对，就是灯箱的东西，真的都公司不会跟我们讲，我们跟我讲，我不知道其他成员怎样，反正我没有被通知到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所以是就是我大家 发那个的时候我才有看到，所以很感动，很开心，谢谢，真的很谢谢你们帮我圆梦。真的很好看，谢谢王一佳，谢谢我的粉丝帮我设计了一个好看的灯箱，然后还帮我成功上架了，算上架吗？算上架吧。上架了，谢谢你们，会找时间去打卡的，一定会去的。我播了一首很嗨的歌。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。好像很厉害，好像很不像我会听的歌，很不像、欸。你会听吗？我不会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实现我的梦想，我的人生里程碑之一。很棒哎、欸！对啊，在结束这个生涯前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之前其实真的很害怕，在结束之前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标，但是能成功达成，很谢谢大家。你这样好吵，人生成就解锁也好棒哦。对啊，谢谢你们，多亏你们。今天可以送礼物吗？不行，不要送哦，不要送。我原本跟王一佳讨论，我们讨论什么？也不是讨论，就是我说我不会，我直播的时候会跟粉丝说不要送礼物。嗯，然后他说，那你就今天。说生日送礼物的话，送的就 ban 掉，送一个 ban 一个，然后反正是最后一次了，反正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了，送一个 ban 一个，送一个可以永久 ban 出直播，对，永久 ban 掉、哦，永久 ban 掉，反正大家也进不来，对啊，反正我也不会再，大家就是想我也不会再看大家想不想体验被 ban 的感觉，我不会再播了。在夜间是一种福利，不要送啊，不要送，省钱去吃别的东西，省钱出国玩。可以发红包，可以发红包啊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噔噔噔有人做寿比南山，不要！哎、欸，为您唱祝寿歌，小编会帮你唱祝寿。不要！为您点播祝寿歌，祝我活到100岁，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早生贵子，我也不要！我不要！
长哦，好长哦，够了够了够了。来，我们现在来许三个愿望。大家都能赚大钱，耶！赚大钱就不说了。还学好了吗？去哪煮肉？好了，三二一，洗不掉，很丑。洗掉了，洗掉了，好，吹灭。来，太棒了！啊，好好笑、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耶、yeah. ！我在找切蛋糕的影片，但是吃蜜充万金百分之十，尴尬。你这很烦呢、欸。我有点恼啦，切蛋糕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吃完了！完食，他写个完食 ，finish， 超级好笑。哒哒哒哒哒。我有蛋糕，你有蛋糕？从日本买回来的小蛋糕。哪一个？不是凤梨酥。我买两片。不可能。傻眼。嗯，很好吃耶，它好好吃哦。嗯，多吃一点。它很 cheese。还有六分钟，我就要关播了。好好吃哦，超甜。嗯。我们玩 BGM 好不好？你说生日快乐吗？不用生日快乐也没关系。好。哎，那你可以出入境啊。谢谢，超俗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来看有什么 BGM。我今天来王一家家是出国当下才跟他讲。哎，猪猪，你要送你的。猪。卡哇伊，我今天我放地球仪。你们放正不是就是快乐？你说这首歌不正常吗？正快乐，正快乐，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正能量。我说，竟然还能在直播看到一家，正能量，看他，看他，都看他，没关系啊，都看我啊，都看寿星啊，你们都看寿星啊。我来帮你查正能量歌曲，看他一下我走出低潮励志歌。淋雨一直走，非常励志啊！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有人说你发色变很多，有吗？不知道，没有吧？并没有，并没有，不好意思哦。真的谢谢大家的灯箱。有人说，哎、欸，因为你是我的影子，嗯，因为你是我的影子。Hello， 很
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可以找一天去打卡的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但我真的有意外到，我两部都卖完。Congratulation！ 要不要加布不一定，有可能不会，就是嗯。对，小婷那影片是，她很厉害，还有你跳的厉害啊！谢谢，相辅相成嘛。跳的不好，剪的再好也没用啊。黑天使。哦，对，傲娇。傲娇也是刘冠廷的愿望。嗯。哎，你的眼睛还叫真的？突然在桌上捡到，说：“这好像是刘冠廷的，把带回去。”哦，对，还有天使尾巴，天使尾巴，天使尾巴是觉得大家会很喜欢，然后我们四个天使团就一起跳，就是重新分派，对，自己分，嗯，我们自己分派。那你们 C 怎么决定的？我没有 C 耶，没有 C 啊，你们就轮流站。嗯。黑天使也很棒啊。我说黑天使应该加天使尾巴后面。对啊，你们的阴影。少一个，少一个。林佳。哎，他讲的，林佳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明天会更好，励志歌曲。为什么长期贴的脚步？因为我都还没好。因为他一直在跳舞。对，因为我是在跳舞。就只是还没好而已。贴着比较安心。明天会更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，你也是。谢谢。没事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没事，大家不用担心我的膝盖。没事。你到底像怎样？你到底像怎样？励志歌曲的情感，你真的是励志中文歌曲精神集，走出低潮，进入 C 潮。这么烂笑话，我会笑，真的。只有我会笑了。那真是谢谢您，听我说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我差不多关了。今天不念榜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不要再送了。钱包哭，不要再送了。那再趁你关播前。哎呦，你们真的是，你们两个真的是。他飘屏哎，好酷哦！你们这群人真的是，哦，你们这群人真的是，听话一点啦。很想被 ban 啊，所以才在关台前。还是我一个一个 ban。所以才在关台前那个。他们就讲不听。
你们好了好了，不要再送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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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好了，不要再送了，不要再送了，是你的梦，不要再送了，谢谢志，谢谢熊熊，谢谢马尔济。谢谢，大破费，真的是大破费，大破费，大破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叫什么？谢谢赞助罗瑞婷的旅费，下一趟旅费，那个飘萍，飘萍吗？飘萍，飘萍，谢谢飘萍的大家，谢谢有让我有登上的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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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祝福。好了，听话一点，不要再送我，真的是为你的钱包哭，你不哭我哭，你不哭我哭，真的很感谢，谢谢谢谢，太感谢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太求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。好吵，真的好吵啊。谢谢谢谢，谁想到我最后一次直播成这样？明天会更好。不用送，不用送，钱留着，自己去旅行也好啊。最近好一点，花在自己身上。自己旅行很孤单欸，不会啊。哦，现在在晴朗花，有人说我现在在晴朗花，超级好笑。原来是晴朗花，超级好笑。还是会有人播啊，你们还是会看吧？我就不信你们不会看欸。我也不信，我也不信欸，不好意思。还剩100可以清掉吗？要清浪花的可以清掉，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会看，我不信你们不会看欸。你们可以看，可以看，完全可以看，因为完全不关我的事，你们想看就看。顺便在那里想得美，浪可以删了吧？我就不信你们会删，我是会删啦，因为我刚刚会玩到，我原本想50。刚好那一秒就开，但是我刚刚会玩到，是因为我的浪太晚下载了，真的不可能，我太晚下载了，所以就是没有办法，不好意思。真的很谢谢送那个生日火箭的人，还有谢谢送那个101，是101吗？是101吧，101跟烟火的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熊熊，谢谢志，不要再破费了，多花，就是把钱花在，就是对啦，对啦，不要再为我花钱了，谢谢你们，吃好一点好不好？大家对自己吃好一点。你们有帮我弄出灯箱，我就真的已经心很感动了，这已经真的是很大最大的情何情何，生日祝福对我来说是最大最好，你们给我最好的生日祝福，所以不要再花任何，就是对自己好一点，我已经觉得很谢谢你们，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自己。怎么办？剩一浪花花不掉。有人说谢谢梁慧峰，只有一位耶，小心我 ban 你哦，永久 ban 哦。谢谢今天开播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你们来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这首歌、啊，
预谋邂逅。那个被切割了，名字很好听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送了，大家不要再送了，不要再飘屏了，不要再飘屏了。浪浪温馨提醒，切勿相信来历不明的出资消息与管道，不要再出资喽，不要再出资喽，大家不要再出资喽。下礼拜休息也不要到这样，对啊，我就说活动怎么还那么多啊，傻眼，夸张，有没有夸张？我现在是被迫飘屏，为何？好像就是到一定的，哦，是哦，嗯、哦 ，OK OK。因为我生日，送玫瑰这种票，这个账号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、欸、反正我就是，我就先讲清楚，反正我就是会把 app 删掉，然后账号应该是公司会处理吧。如果公司没有就是对这个账号怎么样，但我也不会再开了。基本上就是九点，不会删掉，真的就不会把这账号删掉，但是就不会用。嗯，那就是99%，这个账号就是会作废。就这样，浪 life 的话是这样子。差不多了，好了，今天就播到20分，播一个半个小时，听起来好像比较好一点。播到20分，这样子。哇，这回是浪 life 直播了，谁想得到这么快？开心吗？开心，好开心哦、喔，太开心了，最后一次太开心了，不用再开了，没有了。还是回忆啦，也是回忆。我们也开了5年嘞，好快哦、喔！好可怕、喔！我居然会这里5年，超过吧？浪 life 是5年。对了，然后另一个是，另一个也是，好可怕。以后月底不知道要看什么了，看到我花的钱，好可怕哦！真的很谢谢你们。不要见账单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害我真的。月底见账单啊，月底看账单了、啊。王一嘉也是啊。对啊，我也是，不好意思啊。王一婷要看他的账单。月底看账单，不要看我了。是开心的吗？那就好。是开心的就好。对，你们好好吃饭，不要不要乱花钱。第二招啦，不要乱花钱。怎样？没事。哦，你在说谁？太好了。哎，有人问你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运动师姐，对对啊，好，这就是今天直播最后一个问题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。然后谢谢大家来跟我过生日，然后也谢谢大家送的每一个生日祝福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那之后月底也不会再见了，这样就是活动再见吧。拜拜拜拜，公演生日会之类的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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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们哟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拜拜。